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佩奇现在要过来收菜了。哇，佩奇在这种了好多蔬菜呀！佩奇，拿个篮子去把蔬菜收起来吧。佩奇收了一根红辣椒，一根胡萝卜，一根茄子，一根白萝卜，还有一根青瓜。你们看，佩奇一下子就收了满满一大篮子菜。佩奇赶紧把菜拿去水池边洗洗干净。来到水池这了，先把菜都倒在水池里，然后佩奇要开始洗菜了。先洗一根白萝卜，白萝卜洗干净了，再来洗红辣椒，红辣椒也洗干净了，接着洗胡萝卜，胡萝卜也洗好了，还要洗青瓜。青瓜也洗干净了，最后再洗一根茄子，茄子也洗好了。哇，佩奇把一大篮子菜都洗得干干净净的了。佩奇，把菜拿去冰箱里保存吧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先把菜放下来，再打开冰箱门，把篮子里的菜统统放进去冰箱里保存着。还有红辣椒，还有茄子，还有白萝卜，还有青瓜。菜都装完啦，关好冰箱门，把篮子拿回去吧，佩奇。